屏东县中队喜福奖跑上，是全国同有名的开春合众的节气。当年头月，都会有几万上人次来参加。2022中队喜福奖跑上的初评的开幕，同时启用了奖跑上主题发通的宠物。屏东县政府就表示过，五桥水是全国头一个自天保存的客家之路，未是将跑上发通的发扬的素材，未会同亚乡客家传统的文化发扬出去。将跑上主题发通创办使用，尽管天时地落雨，但系人潮还好引来引导。屏东县长潘明安同下位非副主委总控组挑战将跑上第最后一队成功进入去，也主题创办使用以后体验嘅项目，勇士将跑上由德国嘅参赛者得到冠军。I'm just very lucky. I tried a second time for just trying, and I didn't get a hit.安埔头嘅冲头戏，元首将跑上一岁，体育组嘅选手系开赛以后嘅两秒钟，录出只经验嘅决赛，比赛上场精彩绝杰。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五届国手用现款1700万元打造将跑上主题发通场外，如何二本韩国多年认识将跑上嘅发言体五个水，把这个庆典记忆、民俗文化。都能够透过一次一次的活动的刺激，也带动社区的小旅行导览。来屏东啊，无来玉队合作啊，都唔值得客家，啊，爱了解客家，最好爱来多玩玩五桥水哦。为期两年的陆队喜福奖跑赛，规划团体同工人传统的奖跑赛，追求奖跑赛也到，还有尘土体验礼场、农村闯关游乐园也到体验，文明中提五桥山区甘肃菜地文化。下届新闻潘胜旺平的报道。